重量联航伦敦看房，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距离伦敦23分钟火车车程的城市雷丁，这里也是未来 Crossrail 伊丽莎白线建成之后的始发站。那么在伦敦与雷丁之间，每天有超过300班次的火车往返通勤，相信如果在伦敦工作，生活在雷丁一定是非常的方便快捷。JLL 重量联航联手英国规模最大的本土开发商之一伯克利集团，为您带来雷丁最新大型住宅项目 Huntley Wharf。 雷丁作为全英科技公司扎根密度最高的城市，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欧洲最能吸引外商投资的25座城市之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身处在雷丁最重要的商业园区 Green Park Business Park 之内，这里有许多知名的国际企业入驻，而其中就包括我身后的华为。除了华为，还有众多跨国企业在雷丁落户，微软、巴克莱银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HSBC、惠普、宝洁、英特尔、毕马威、维根、Honda、Visa、普华永道、英国医疗系统 NHS 等等。这些企业选择雷丁，一方面证明了雷丁在英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数量如此之大的劳动力保证了租赁市场的稳健。在很多中国家长和学生的印象里，雷丁是一座留学之城。没错，这里呢就是雷丁最重要的高等学府雷丁大学。目前这里有超过17000名在读学生。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源源不断增长的学生群体也是对租赁市场的强大保障。雷丁的生活品质至臻上乘，既保留了传统英式的文化风情，又能满足现代生活的一切购物、休闲、娱乐的需求。雷丁最为著名的老牌购物中心 The Oracle， 这里有知名的 House of Fraser、 戴贝汉等英国百货商场，而在商场周边还有众多餐厅和影院等休闲场所。据重量联航预测，2019至2023的这5年间，雷丁房产市场房价将总体上涨13.6%，房租也将跟随提升13.1%，超越英格兰东南地区整体涨幅。Huntley Wharf 占地42亩，整个项目共有765个单元，包括一室户、一居室、两居室和三居室，产权999年，预计收房时间为2022年第二季度。项目位于雷丁市中心，距离雷丁火车站步行8分钟可达，步行至雷丁最知名的商圈 Oracle 也仅需不到10分钟。而从这里出发前往华为等跨国企业所在的商业园区也有公共交通直达，行程都在10到15分钟左右。从地理位置上看，整个雷丁都没有比 Huntley Wharf 更出色的项目了。在我身后呢是 Huntley Wharf 的施工现场，隔着一条美丽的河道和 Chocolate Island，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它正南方的一片安静祥和的办公区。那么 Huntley Wharf 这块地最早是英国皇室的饼干制造厂 Huntley and Palmer 的所在地，因此呢雷丁也被称为饼干城。项目建成后，除了住宅部分，还包括超过1200平米的商业区域，从便利店、咖啡厅、餐厅、办公区到幼儿园一应俱全。而作为英国优质开发商伯克利的项目 Huntley Wharf 当然还会配备健身房、私人花园、礼宾服务等，保证了您在这里生活的舒心与舒适。重量联航，我们在伦敦有10几个门店，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您的海外置业保驾护航。